感谢感谢我们的朱主席，我们的王院长，还有我们其他三位从南部来的跟我站在同一条线上的龙界、清泉跟玉米，各乡亲王是真的我欧巴，真正一路从客镇上来，一路陪我到现在，我们最坚强的我们的议员候选人。啊，各乡亲王是安在座所有的乡亲是都要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好。来落雨啊，但是大人总无离开。大人总无离开，拢无离开条件。因为恁大家挺身而起，恁挺身而起，特别甲阮讲，阮南部四个城市，阮真正是唔是多民进党的声音？民进党在南部也不再是铁板一块，对不对？对。阮会当穿穿破三双。布鞋四双五双，但是你若准备站起来，你们如果继续挺下去，我们当然就继续拼下去，对不对？对。王院长唐都要共轨，民进动工已完全要来改善南北的差距。他说南部败，那绝对是国民党的问题。我请问大家，民进动你家这届二十几年？这二十二年来，中央执政十四年，十四年比国民党还长。我请问的，大家生活有过得较好无？有无？有。安无，民进党有，所以安的人无去啊，财团进来的，民进党发大财，对不？柯真，四十年前我坐火车买票。四十年以后，我坐高铁回到高雄。这四十年，我看尽了南北的差距。南北，北高，北高，高雄以前是何等的荣耀，现在我们的人口已经让台中拼过去了。陈其迈市长现在在冈山有一场万人、三万号称的大会，我想一定会说，他用他的数据告诉大家，我们的营业事业的整个总额5.57兆，110年，上半年2.89兆，我总有当背起来。这种数字冰冷的，你有感受过？高雄的日子真正敢有遐尼好？敢有？无。阿尊无，我甲大家讲，陈市长特别甲咱讲。15岁到24岁是失业率最低的，但是他都没有讲到下一句，25岁到29岁，我们是六都最高的，我们的人口两年减去4.6万，以前爱和韩国瑜拼，但是我跟大家讲，15岁到29岁，按少年人失去的，陈其迈是韩国瑜的两倍，我们失去的3.5万人。民进党执政啊，这么好，是怎样的人总会不见，都会不见。抬头看天空，我们的空屋仍在；地上看，我们的路仍然不平。看到周围，我们的房租、我们的出租、我们的受租仍然在。我们的孩子都在北方，这是一个事实。啊，尊民进党执政到这么好，我请问大家，阮南部的人已经给民进党这么多机会。管市长给你做，总统也给你做，你用什么来回报我们南部人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今天我们站在这个地方要来跟大家恳请，恳请让南部的声音会被大家看到。大家人说民进党这么烂，民进党这么阿爸，民进党这么嚣掰，是怎样大家要倒赢？我跟大家说，这觉得差的完全是直接在国民党，国民党的失职。朱主席在这边，他很忍受我的直话，我们国民党在南部太弱了，我们国民党过去对高雄的关注真的有待加强。今天我跟王玉敏、苏清泉、谢龙介，我们站在这个地方，王院长也在，朱主席也在，我们这一排要告诉大家，国民党对南部的重视从我们开始，
我们要站在这个地方告诉大家，民进党对我们的绑架到我们这边为止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。民进党对我们的绑架到此为止，俺给好一机会啊，俺一给好一做最机会啊，我看咱们家南方强起，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的声音。柯震北漂这么多年，我去台北读册，我去美国留学，四十年以后，我真正要回来跟大家服务。拍摄柯震回来的比较晚，但是我承诺，柯震回来绝对不会短，我会负起翻转南部的力量。我们站在这个地方，我们会告诉大家，我们重新回来，我们一定要跟人民站在一起。没有人脉，没有经脉，但是国民党重新反省，我们要从街头开始。媒体被封锁没关系，我们有自媒体，没有人没关系，我们可以从各地地方涌进来，因为我们知道南部要靠我们。国民党要重返执政，一定要重视我们南部，从南部重新出发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曾经失去过台北、新北、桃园、台中，我们都失去过，但是我们的努力之下面，我们要重新回来。今天不要告诉我们20多年的南部只有民进党的声音，我们四位站在这个地方，在王院长、在主席的见证之下面，我们重新宣誓，南方响起，南方的声音要被大家听到，我们将力守南部，永远巩固我们的蓝天。我们在这边诚挚的深深一鞠躬，感谢各位支持，请继续支持。南方响起，南方的声音要被看到，谢谢各位。柯震，董帅，柯震，董帅，柯震，董帅，谢龙介，董帅，谢龙介，董帅，谢龙介，董帅，苏金泉，董帅，苏金泉，董帅，苏金泉，董帅，最后王玉明，董帅。最后容许我们稍微让开，请看看我们后面最这一列，这是柯震从629被征召之后一路陪在我旁边，给我最强支持的力量。大家看清楚，我家的机关你一定要让他动算，我家的机关为自己一生打拼努力，你一定要让他动算，这是国民党最忠贞的力量，这是南部的指标，请你看清楚，让我们继续续留议会，让我们一定要过半，让我们的议长、副议长能够让国民党继续当，拜托各位，拜托各位。睡眠问题的话，可以来试试看我们旺旺推出的这个梦梦水，睡前30分钟喝上一包，就可以让大家清爽无负担。告诉大家在哪里购买，这个地方有我们 QR code， 扫描一下就可以到快点购网站上头来购买。这里呢有我的推荐代码 CTI321， 要请大家多多支持。